我们先去吃一个早饭，那手工小黄，你要吗？吃手工小黄。然后一份重庆小面。再来一份臭豆腐呗。再来一份臭豆腐。呀，何露露要请客了，看我的付款码。天哪！你竟然要看我的付款码 ？Unbelievable 呀！70。70块钱，露露有点心疼啊。心疼，70块钱就这么走了。那请你们嘛，请你们，不在乎钱啊，是不是？来，挺有那种老年生活的感觉啊，我感觉。等老了以后，就坐在这种地方吃个饭，吃个早餐，看看年轻人的生活，看那边年轻人的生活啊。年轻真好，来吧，来，好，趁热吃啊。OK， 对，可以。哇，白熊虎，之前在创造营就没有，根本就没有想过能吃这种。刚才你早饭吃是什么来着？哎，早饭吃是什么？一个馒头两，一个馒头，一个鸡蛋，一杯豆浆。啊，好好。那豆浆是，但那个豆浆我觉得还挺好。一个大墨一个小墨迹。是吗？拼在一起叫什么？墨迹双雄。旁边。好，拿上你们的饮料走。我们先把正事完成了，走。哇，还是挺危险的这个。你咋就坐下了呢？只能这样。红色区域禁止站人啊！哇，待会儿，不行了！哇，来啊，你俩针锋相对啊！等一会儿，再这样就真要摔了，我可下去。走吧，进去呗。走啊，咱们要等一下啊，买个铲子。等一下，买个铲子。对的。对啊，何龙龙，你买个这就完事了。这个的蛋锅，这应该给你准备的这个蛋锅。对，好。有了他，今天绝对煎蛋必须成功，好吧？对，你买个这个就完事儿了。哎，哥，你买足球干嘛？买个足球我去踢。买。哎，你这颠球就能颠了。任豪，我们走吧。差不多了，我们这。好，基本上任务完成了。基本上差不多了，走吧。